Play 5的一分钟自我介绍，一句话总结几米新品 Play 5。好看，看500CVI 流明2000档以内的投影首选，看更先进的 DLP 显示技术，加上没看过的玩法，好玩的东西来了。造景必备万象镜，能将画面从60寸瞬间拉至180寸，拥有创造空间的能力。同时好玩的不仅是造景，还有造型。一体式隐藏的云台开关，全机身没有多余的按钮，是极简也是极致。能支持130度角度的旋转，拉开是电影院，按下是动感音箱。6种灯光模式，3种律动模式，氛围感轻松拿捏。同时它有专为录影党开发的 APP， 有攻略、游戏，还好带。重量仅1.1千克，大小和一杯水差不多。有自带的挂绳，是 Type C 的接口，能随意揣进包里。这些意味着你露营带它不累，揣包里不重，插电超方便，放哪儿都不占空间，超好用。在外使用能全自动校正画面，好看且性能好，有设计感且性能好，玩法突破想象且性能好。年轻人的第一台投影就选它。